你看我这个小老弟儿，被这个 log 冲出来了，哎，干啥呢？哎呀，你看这个爪子，啊，整的挺明白。来，老弟，出来吧，合计。你也太背了，你，正好让我发现了你。放水里洗一下啊，洗一下。 哎呀，跟一把小反一样的啊，挺漂亮。来了，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，哎呀，变刺了，刚刚。哎，带回去。你看前面这个猫眼螺呀，应该也是被这个海浪给冲出来的吧？哎，水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来。 再拿出来看看啊！哎呦哎呀，这个不小，这个我瞧到它的肉了，直接这样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行，看到它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忍不住的捏它一下，也不知道因为啥呢，可能就会感觉特别的解压吧。里面啥的也没多少，这个也不用洗了，不用洗，时间长了这个沙它自己它就吐出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个大海螺吗？ 啊！哦呦，哦呦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个海螺，哎呀，爬出来了，看看啊，这个大海螺这个肉啊，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这应该是我在沙滩上捡到的，应该是第一个海螺吧？今天是退大潮啊，这个海水退的特别远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海螺也退出来了。哎呀，真好，这个大肉。 哎呀，哎呀，呲呲，哎呀，不喝水这个，这个喝不了水，就这样了。不会吧，今天的运气是不是要爆棚啊？啊，你看，又这么大一个海螺哟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长在这海螺壳上了吗？哎呀，这应该是个老海螺了。哎呀，你看长这些青草哟。海天发现这样的东西啊，我必须给它带回去了。哦哟。 你看这个玻璃碴子，你这个如果说来个旅游的啊，直接踩到上面去了，估计那种凉凉了，麻烦了。这个我就给他说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个海参吗？在这个沙子里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还拿不起来了？底下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哦，哎呦喂！哎呀，底下原来是个，你看。 这是个关公蟹哟，哎，我说呢，完了，我说呢，为啥拿不起来？你看它这个爪子全插在这里面了。这关公蟹跟别的螃蟹还不一样，它有四个爪长在上面，看看，这四个爪是长在上面的啊。把它洗一洗，洗干净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这个背上，这个这长像不像一张关公的脸？所以说它叫关公蟹啊。你看这个脸，啊，来。 哎呀，这个肉，哦呦，哦呀，这个大毛哥呀，啊，血红血红的啊！这边发现了一条，这是黑头啊，发现那小鱼看到没在这里？应该是随着这个潮水上来的。<笑>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好看这小鱼，这是黑头，也叫这是黑头还是19公啊？啊，咱们这边好像跟它叫黑头吧？收了收了啊，小鱼。 你是你咋不跟浪再下去呢？啊，你下去吧，还能抓到你吧？哎呀，又下去了。它好像是受伤了吧？你看这个嘴吧，这个嘴巴好像受伤了。哎，行了，我回家给你救治一下了啊，回家给它放在鱼缸里。哇，啊，这么大的寄居蟹在沙滩上真的很难见到。哎，你看，它要起来了。来，我一动它，估计它就哎呀我。 哎呀，吓我这一跳呢！瞬间缩回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大钳子，上面都带毛了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寄居蟹啊，真的，我在沙滩上还第一次见到。<笑>他们都说这个寄居蟹啊，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吃啊。今天晚上回家尝尝，看看这个<笑>味道咋样呢？来，收了。想来赶海呢，你首先你得找到一个趁手的工具啊，然后带着一个工具，找到一片沙滩呢。 一耙子就这样给它干下去啊！哎呀，行
这么多就够了。来，给它拖到水里，然后这么一塞，来看看有多少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这是一耙吧？这是一耙子下去，回家就给我炒一盘子了。啊，带回去吧，回家下个面条，老鲜了。